遠東機構發展的新加坡流花新盤 Pass Suite 低密度豪宅設計，由五座住宅組成，提供119個單位，單位面積由581至3060幾平方尺，一房至四房單位均比。發展商就話，項目的複式單位可以滿足兩代家庭需要，做到一屋同住。而家就帶大家睇下一個搭建嘅複式示範單位啊！單位實用面積1173平方尺，兩房單位。大門嘅交樓標準設有一個入場櫃，可以俾屋主擺放行李。下層設有開放式廚房，連接廳區，廳區可以擺放四人嘅餐台、sofa 等等唔同嘅家具。下層仲設有一間套房，可以擺放雙人床。经单位楼梯走到上一层，是另一间套房。摆放了双人床之后，仍有一定的走动空间。至于露台，可以摆放小型家具和盆栽。而另一边就有一个备餐间和浴室。单位楼底够高，另外设有楼梯连接阁楼。设计师在阁楼摆放了艺术品和小型的音响，打扮成休闲空间。